实验室。江湖上流行一种说法，不用冰箱，只要鲜奶油、牛奶、炼乳、食盐和冰块，十分钟就可以完成一桶冰淇淋。这是真的还假的？就让 Cookie 今天来实验。实验已经完成了，你看得出来哪一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吗？本来要请 Cookie 的大厨来试吃，但是因为实验结果是这个样子，小编决定自己试吃就好了。那我们先来吃我们自己做的吧。它吃起来有非常浓郁的奶香，吃得出刚刚那100ml的牛奶的成分。那我们再来试吃就是市售的冰淇淋。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做的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真材实料。今天的实验就到这边咯，如果大家还想要看更多失败的实验，也许下次我们会成功，要记得锁定 Cookie 实验室。拜拜。